便了，讲究卫生，注意形象，克制食欲，锻炼身体，做事专注，走出舒适圈，结交新的朋友，微笑面对生活，生活会因此而改变。加油，年轻人！该睡觉了，哎，咱们干严实点啊。暖和了吗？哎，我摸摸。暖和了。下来吧。滚！滚！真暖和了。晚安了，海蒂。